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十月十二，诗篇七十一篇二十节安尼讲：你予我经历真济大灾难，犹阁要予我阁活起来。对地的上深的所在，搁起来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对灾难中搁活起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对古早到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存永在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予亚瑟尼得到能力，予软弱的得到刚强，也予阮重新得到开朗，通亲像鹰爪天翼飞悬。主啊，因为生命在伫你，毋茫在伫你，愿一切开朗拢在伫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主宰，你掌管一切万物。主啊，愿因为家己的骄傲来得罪你，也予家己陷落伫苦痛甲灾难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主啊，你予阮经历真济大灾难，犹阁欲予阮阁活起来。对地的上深的所在，阁起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